老婆，来吃点好的，吃个半拉鱼。哇，又做这么一锅海鲜啊！只要你喜欢吃啊，我每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哎呦我去，小两口子不过日子了，又做这一锅海鲜，这一锅海鲜得不少钱吧？大哥，咱们家有船，这一包海鲜啊，才卖几块钱。那你给我来100块钱的。你要100块钱的，100块钱你家冰箱能放得下？100块钱还能有多少？不就才那几步？在咱们家一箱都用不了，就能买到满满一大箱子。老婆，先别吃了，给大哥好介绍介绍。大哥，太香了啊！哎呀，好吃了。大哥，这是咱们家的扇贝肉，三包大个还带黄的扇贝肉，三包鱿鱼果，每包400克，再来上2袋的深海章鱼须。2包无色无泥沙的花甲肉，2袋这样大个带黄称王肉。今天给咱点个小红心，我们再给您送上2只大。